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开幕典礼。105年新北市乐活健美锦标赛开幕典礼，典礼开始。我们先请新北市体育总会健美委员会主任委员徐火独先生为我们致辞。
谢谢各位长官莅临指导。哎，我们更感谢说我们廖小青议员，从以前到现在，他都真的支持我们健美，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个场地能比赛。所以我们再度谢谢廖小青议员，谢谢。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徐主任委员。接下来呢，我们就特别隆重的邀请一直长期支持我们健美比赛的、非常支持我们的美丽的廖小青廖议员上台为我们支持。谢谢今天的主角，我们的健美新生、健美小姐，还有这么多的贵宾啊，恭逢其盛。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跟所有的裁判一样，来见证呢，我们每年这么一度的大家呢，创造自己的成绩，创造巅峰啊。以前脸书上面有看到很多人搞笑，贴说我有六块肌。你知道他的肌肉是什么？就是肯德基贴六块，所以呢，你就知道他们多么羡慕有这个六块肌啊！所以呢，你们今天的比赛，你们把这个身体强健、体魄练好了，是大家给你肯定按赞的，也不忘，真的不要忘记打卡，多得意啊！你们是真正的六块肌啊！祝福你们比赛圆满成功，祝福今天的亲朋好友们，你们有个快乐的周末，享受这个难得的比赛，看到了这个难得的经验，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再次谢谢，掌声谢谢我们的廖议员，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新北市体育总会副秘书长。